来向上帝，愿咱每一个人拢有脚步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搁一摆，你用听去应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的名。主，这是阮所领受的恩典。当阮每一摆拍开阮的目睭的时阵，阮都要注心伫主你的主爱内面，因为阮知影，阮每一工也搁会当喘气来到你面前来做答应的代志，是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站立，也互阮伫遮会当来。拥抱你的阻碍，拥抱你的能力，要加做阮的帮助，要加做阮每一天的快乐。你的稳定实在是够也欢迎，求主你引导下面的时间，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紧紧抓牢伫主你的阻碍内面。我们用诗歌，我们用阮的灵来敬拜阿罗你的名。求主你引导阮下面的时间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，阮的问题，阮的担当，拢交托伫主你的手内面。阮知影，主你要引导阮行头前的路程，是一条真水真好的道路。这是阮要用信心来到你面前，所领受的稳定。求主你和阮今仔日伫你的讲道，伫你的信息内面，要听到你的话语，亲自来对阮每一个人讲话，这是阮的祈祷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透早要找你，伫旷远无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嘴要笑念你。我的肉体切切希望你，我把安尼伫圣所条件你，为着爱你的关灵甲你的阳光，因为你的阻碍比生命较好。我的嘴唇要学了你，我要我的时要安尼学了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，我的心神要把握亲像。食骨子油腻，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了你。就是我倒伫门床纪念你，
伫民间逐天纪念你的时，因为你捌帮助我，我踮伫你石鼓的顶下，要欢喜出声，我的心跟着你条条，你的正手扶持我。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将伊啊敬拜时间交予提摩太团队。兄弟姐妹，咱同齐站立，咱做伙来吟唱这首诗歌。日日甲主耶稣同行，这是咱上大稳定、上大喜乐。咱若日日甲主耶稣同行，主必定听伫我心边，但主温柔愿我向我主下。虽然地久久久地地，我对他亲爱的主耶稣当行，行天路，行天路，我对他亲爱的主耶稣当行天路，我喜甲主行天路，我那日日甲主耶稣当行，心就平安快乐。我对他亲爱的主耶稣同行，行天路，行天路。我对他亲爱的主耶稣同行的你，我喜甲主行天路。兄弟姐妹，你的心敢有欢喜快乐？阿们，等咱们一家会当甲主同行时阵，这是做上帝温度上上界欢喜的代志。人先对咱边仔兄弟姊妹讲，你爱日日甲主同行，你的心会得到上大的满足甲欢喜。人搁做伙来唱第三节、第四节，我若日日甲主耶稣同行，伫我前途就光明。在我们面前，上帝为我们摆设最美的印象。我那日日甲主耶稣同行，在我前途就有光明。大声吟诗，后头叫主尊名，各主怜悯必向前行。我欲甲亲爱的主耶稣同行，行天路。生活多苦难，求主教我同行，予我免惊，是天父赐我的平安。我欲甲亲爱的主耶稣同行，行天路，行天路。我欲甲亲爱的主耶稣同行，日日我欲甲主行天路。我最欢喜的高雄语，祝我听广播刷新的海，我每天无何乐意，我每天都每天去回头，我有我每天雄语，心胸足向主的大慈爱，到永远不改变。主的听我过山深的海，我欲欢呼我相依。主的听我过山深的海，我欲听我乐意。我欲着风，欲着雪，欲到。我有我每天兄弟牵手主的大阻碍到永远未改变，牵手主的大阻碍到永远未改变。主
用你，主的听光过山深那海，我要听母阿乐意，我要听望袂着笑袂透，我永远要坚守你，坚守主的大慈爱，到永远袂改变，坚守主。拍手来俄勒主的阻碍，是主的阻碍，是下了家己生命的阻碍。上帝阻碍是不论咱伫什么状况，主伊对咱讲，也稳定教育咱用，伊要装咱的灵魂，伊要保护咱每一个人伫伊的阻碍内边。上帝将咱的担担吼拢刷去，予咱会当安歇伫个稳定内面。兄弟姊妹，请坐，咱同齐来唱一首诗歌。伊装我的灵魂，伊要适合咱喜乐江河，长流不煞。奇妙的救主就是耶稣，我主，最奇妙的救主是我。将我灵魂从地拖就当流，一路干涸等流不算。你将我灵魂从地拖就当流，那地刷不掉的阴影。奇妙的救主就是耶稣，我主，伊将我的担担拿起，不只不休我好话，不提留他，伊赐我力量加勇气。转念就
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主爱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当下，我们都可以交托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因为你的能力教也欢迎，你的恩典教也欢迎。主，你要引导我们每一个脚印，你要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惊吓，没有任何的当下，因为知道你的当下是很轻松的，是很容易去陪这个当下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你，跟随你的脚印，让我们走在这个稳定的道路里面，知道主你引导我们是用听，引导我们是用稳定为我们年岁的冠冕。求主你引导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时常收成你的稳定，就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头前的脚步可以勇敢为主你站立，为主你来画出你的荣耀。求主听完每一个人的祈祷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妹。咱最后阁用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我的心要紧紧来跟随你。你的话原有亚瑟，对未来充满亚瑟，你对我祖先后代来告你不作践，你是何天温柔心在我心内所修，你祖罗为你你眼光很变，你连接我画面，主耶稣我紧紧地跟随你，你同在我心紧紧跟随你，等候你我归何家地，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同在我的恩典，主耶稣我心紧感谢你啊！感谢你，让我们知影，我的时，我有困难的时，我得爱紧紧来啊，敲找你，我来抓牢伫你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主，我真正感谢你，让我伫这个透早时啊，我得来这来敬拜你。主，我知，我羡慕你，那落羡慕溪水一般。主，真正恳求你，让我真正一生住伫圣殿来朝见你，永远知我若安尼，你的慈爱甲恩惠永远对我一世人。主，感谢你，我真欢喜会使用敬拜来开始。主呀，恳求你甲今仔日
头到尾拢甲阮伫底，因阮知你甲阮伫底，阮就有定时搁来的力量。主，阮的感谢你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以下献诗的是咱家提摩太，伊要献的诗是甲上帝听无结断。
咱进来读经，记伫诗篇六十五篇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上帝啊，伫世间有人娱乐伫听候你，也要对你下所下愿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见有黑气的拢要就近你。罪恶牵引我，轮到我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你所精选，予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就予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求阮的上帝啊，你要用威严佮平公义来应阮。你是地极佮海面远远的人，拢众所瓦去的。伊已经用大官人下腰，就用伊的气力安定遮的山，遮的海哗哗号，佮地中海涌哗哗号，以及万百姓的山花，伊予因平静。站起地极的人，因为你的神迹来行行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予因拢欢喜。你灌溉土地，落雨灌溉伊，予伊增肥。上帝河，伊的水满满。你安尼陪伴土地，就是替人陪伴五谷。你灌溉田园，满伊的沟，修平伊的岭，落好的雨水，予土地软软，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的祝福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暖流，你的路径拢有得地。地地旷野的草坡，山头用花喜做大来下，草坡用羊群做山来穿。山谷用五甲做满来看，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。好，以上咱将以下时间分享的信息交予惠山传道，伊的题目是坐来欢喜。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唔知大家兄弟姐妹定为什么代志来娱乐，还是为什么人来娱乐？伫我细汉时阵吼，我有一个印象足深刻吼，是我伫报纸顶看一个报道吼，迄个报道内面讲着讲吼，有一个物件叫烤乳猪吼，啊，这个烤乳猪吼，足脆，外皮酥脆，然后内面吼，就是入口即溶吼。哎，我细汉时毋捌听过什么叫烤乳猪吼，吼，我毋过我看伊咧写这烤乳猪吼，我心内面来讲，哦，这是啥物物件，那较好食，迄入口即溶，迄肉吼，敢是像啊冰淇淋安尼吼，食落去嘴内面吼，啊，就家融化吼，吼，我就内面就想要知影迄啥物物件吼，我就甲我妈妈问吼，讲妈妈，啥物叫做烤乳猪啊吼，啊吼，迄阵我口水拢准备流出来吼，虽然呢，我无立刻食着烤乳猪吼，毋过吼，我知影这烤乳猪吼已经伫我心内面吼有一个足好的印象，我那种有迄阵有 Facebook 吼，我可能会按一百个赞安尼吼，虽然无食着，毋过吼，我感觉烤乳猪真正是介好食吼，所以吼，我感觉迄阵吼，我就想讲吼，哇，我就想要食着安尼吼，大概。按赞吼，啊，咱今仔第一部是期待赞美吼，咱来看以下的图片吼，你敢有想要讲什么话吼？好，咱第一个看的图片是班赛岛的水晶海岸吼，咱伫图片看的吼，一点无现实较水吼，唔过咱看到这海岸吼，那像个果冻同款吼，足特别的吼，啊，来看。五彩缤纷的花朵吼，哇，这花朵够水的啦！迄、那个大家花拢开啊，无啥同款啦，啊嘛各种的颜色吼，真正足美丽吼。来看咱这大自然，吼，这大自然吼，有迄山啊嘛，迄海吼，啊，佮有迄、那个花吼、草吼，吼、迄图片，咱一看了就感觉讲哇，上帝创造这个足美丽吼。啊，这是荷兰的郁金香吼，郁金香很漂亮吼，不过一个就一项无同款的颜色吼，五彩缤纷吼，就水诶。
这是冰河哈，伫南极跟北极有迄冰河啊。这颜色其实无讲介济哈，唔过咱会当看到迄湛蓝的海岸，那个迄海水哈，啊，搁迄白色的雪哈，直接拍起来，真正有够水哈。这就是天然的哈，咱顶下讲自然的上好哈，这就自然的哦。啊，咱看到这个图案是伫伫马来西亚，就是第二个塞马的一个小镇哈。啊，这个囡仔吼，伊咧泛舟吼，刚刚伊咧泛舟，刚那像我伫遐天空同款吼，伫遐咧耍安尼吼，那像我是伫遐就水的一个天堂同款吼。啊，这是结实累累迄果实吼，有迄糖炒栗子吼，大家看到无？刚好就想要食呢吼。啊，这是北极熊哦！我看下这图片的时候，刚刚足古锥的吼，跟着迄个小北极熊，伊做唔着代志，妈妈咧甲伊骂吼。啊，个北极熊吼，小北极熊，伊就甲妈妈讲，奶奶讲，妈妈我做唔对啊吼，啊甲抱的安尼吼，妈妈吼就足欢喜安尼吼。所以，这是咱上帝所创造的迄个动物吼，北极熊。啊，咱来看这动物，咱知影伫遐迄个，那伫遐动物园内面吼，迄狮子吼是诶，迄个老虎诶，食迄个小猪吼，唔过吼，即个图案咱看到吼，迄老虎吼，甲安迄小猪吼相处得介好吼，啊，小猪嘛穿上虎皮安尼吼。哇，咱看到这图片呢，哇，看到就一个小 baby 可爱的笑容吼，不管是对一个小 baby 吼，拢足古锥诶吼，大家囡仔吼，拢显得安尼，足快乐安尼吼。啊，那看咱嘞，就一个年长者吼，长辈们啊，迄虽然脸面有迄皱纹吼，唔过吼嘛是介古锥吼，啊，喙齿拉拉了啊，大家拢足天真嘞吼，这是上帝创作哦。咱看到遮侪创作吼，咱会当知影讲，咱心内面有当下看到讲，哇，这物件，这情景吼，咱心里面的就是感动还是压抑吼，有当下咱袂当用咱嘞语言来讲出来吼，上帝创造呢是最有创意的，定让咱惊奇不已吼。刚刚讲哇，实在是上水啊，上赞吼，就赞嘞吼，而且就神奇的吼。弟兄姐妹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亲爱兄弟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请你用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伫我的心中来。圣灵来帮助我，让我会当领受你的话语，让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。明白你的心意，我来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想一下吼，安尼上帝到底是住伫倒呢？唔该，大家敢有想到这个问题吼？咱拢知影上帝是存在伫每一个地方吼，像爱伫咱的厝里啊，伫学校啊，伫咱工作的场合，还是讲伫城市、伫乡下吼，拢中海里啊、山里，伊是无所不在的神吼。无论咱做啥物代志，伊拢看咱出工在吼。伊虽然伫每一个角落拢有上帝吼，不过呢，伊嘛选择迄特别所在哦。上帝选择对是特别所在呢，就是吼，摩西伊领受律法的时阵是伫西乃山吼。阿所罗门王迄阵的时代吼，伊选择伫迄西安迄个所在的山上，这就是上帝伊选择个特别所在吼。上帝跟人吼有迄亲密的相遇的所在吼，嘛是咱敬拜个祈祷的所在。厝边呢，就是上帝跟咱人相遇的所在吼。诗篇吼，从以前为以前迄个以色列的人吼，来敬拜，咱来看到上帝吼，安那康伊的百姓来对话吼，是非足亲密的吼，是足直接的吼。那种你的朋友甲你讲，早安吼，啊，你今仔敢好？啊，咱看今仔个天气袂歹吼，安尼就特别讲话吼，安尼表示这个朋友肯定无讲介亲密吼。啊，那种讲这个朋友吼，看到你吼，来甲你讲啊，我今仔日吼发生了咩代志？啊，我做者困难呢，啊，我今仔心内面足艰苦，哦，我今仔足气了吼，啥物代志拢甲你讲吼，看你安尼，佮请你帮祈祷吼，咱也知影讲，这是一定是咱重要的好朋友吼。所以呢，咱当然嘛，向伊分享咱所有一切的感受吼。啊，有当时咱个掉下眼泪吼。所以咱伫咧读诗篇的时阵吼，咱就知影讲，咱里面迄至圣所内面吼，就是上帝向伊百姓用特别方式来见面的所在吼。伊的百姓会当甲伊发出迄赞叹声吼，就
娱乐伊吼，也是伊心内面就做艰苦吼，买当党内面来分享吼。咱今仔要讲的主题就是伫诗篇内面吼，诗篇是娱乐的册吼，是发自迄作者内面上内面上内心就特别的感受吼，就深刻的吼，不管有什我我艰苦，也是吼安尼话就欢喜吼，诶娱乐吼。咱大家发现到伫诗篇有一个就特别的所在哦，不管作者有多艰苦吼，不过伊最后的时阵拢是用娱乐来结束吼，这是诗篇就特别的所在。啊，咱来想看麦，咱敢知影诗篇拢总有几篇呢？150篇吼，啊，咱内面吼73篇是特别吼，伊写的吼，伊写70几篇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伊写一半以上拢是大卫来写的吼。啊，咱今仔日要向弟兄姐妹讲的，就是诗篇第65篇吼，嘛是一个娱乐的诗歌吼，嘛是一个感谢来娱乐咱迄个创造所有一切上帝的诗歌。啊，咱刚想过大卫吼，伊的角色是啥物货？伊吼，咱大家拢知影，大卫伊细汉时阵的工作就是牧羊人吼，伊要顾一群做只羊吼，啊伊伫草场里面牧羊吼，扛大主人接触吼，伊嘛是要保护羊群，伊捌杀死过熊，啊嘛杀死过狮仔吼，啊伊嘛用足用心的吼，伊拢顾只羊群，无互伊枵着吼，伊拢食甲饱饱吼，啊伫溪水边伫遐咧啉水安尼吼，啊伊嘛捌用甩石机。杀死过一个巨人，叫做哥利亚吼，咱大家拢知影吼，所以拢保护伊的羊群吼。伊是一个足好的牧羊人哦，伊嘛是一个足勇敢的勇士吼。伊杀死过迄个哥利亚吼，而且呢，伊足特别，伊嘛样弹琴吼，伊是一个音乐家吼。伊为扫罗王吼驱走迄个魔鬼吼，啊伊接替迄个扫罗王最佳一个以色列王扫。咱知影百姓讲吼，扫罗杀死千千吼，大卫伊杀死万万，所以呢，伫个人民的心内底吼，伊是一个足伟大的英雄，是一个敬畏神啊，搁爱人的迄个王。上重要的是呢，特别吼，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当伊犯下足大的罪，就是吼杀人，啊，搁有奸淫罪，这个大的罪吼。不过呢，伊诚心诚意地在上帝的面头前来恳求上帝来迄个伊彻底的悔改吼，来原谅伊，由主来赦免伊吼。所以呢，伊阁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。当伊放下这个大错的时阵，伊得写一篇诗篇吼，还是51篇吼。那刚刚讲哇，这大卫伊是真正是一个合神心的人，因为伊有感受吼，伊若足艰苦、足欢喜的时阵，伊就把伊迄物件写落来吼，变作诗篇一篇吼。大家各位弟兄姐妹，咱嘛是会当安尼哦。你若种上帝吼，伫你的心内面有感动吼，啊，你就把写落来吼，变作一个咱称颂上帝的诗歌吼，安尼就赞的吼。啊，伊嘛是一个吼，大卫知影伊的诗歌的。咱大家看到以后，就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吼，因为是一个伫捌上帝，也是一个疼上帝的人吼。伫诗篇第65篇内面，咱看到迄以色列的百姓，伊伫圣殿中伫遐庆祝吼。咱头有读过65篇吼，啊，伊献上伊的感谢，甲荣耀拢归向上帝。啊，伊咧迄个收割的时阵吼，有一个欢庆的节庆吼，因有大丰收，所以吼，伊希望讲，上帝当搁继续赐下迄祝福吼。所以呢，伊的伫春天的庆典内面吼，伫逾越节时面的献上出手的果子吼，要先献给上帝，因为要纪念讲上帝带因遮百姓吼出埃及吼，伊脱离遐迄个奴隶的生活。这个诗歌吼，无论是啥物代志，还是啥物时阵写的吼，都要讲的就是迄快乐的感恩吼，咱要娱乐咱迄个上帝吼，是迄个创造的上帝。啊，伊是一个创造者，嘛是一个供应者吼。咱先来看这图片吼，哇，咱头下讲的吼，就一个羊吼，啊，就水的吼。好，啊，伊嘛是伊一个创作者，啊嘛是一个供应者，嘛是一个全能者。这诗篇唔是单有个人的娱乐尔，是一个公开的吼。伊家己足欢喜的，啊，毋过大家嘛做伙来娱乐上帝吼，所以一个公开的感恩的诗歌。
以色列人呢，伊聚集伫圣殿内面呢，要阿乐上帝落雨，互因带来大丰收吼。上帝应允，互因得着丰盛的赐福。咱来看，接下来咱来看迄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吼。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提讲着讲，上帝对百姓的下面个祝福。啊，百姓呢对上帝的阿乐个感谢。咱来看第三节个第四节，讲着讲罪恶吼，罪孽胜了我。啊，搁咱来过犯呢，上帝拢个赦免。啊，第四节讲着讲，你所拣选的吼，互伊轻官哩，带伫你个眼中，这人真正是有福个。咱要因为你个居所，你个圣殿个美福，咱的知足吼。啊，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讲着讲，上帝吼，西安的人拢要来俄勒里，所许的愿嘛要给你偿还。第二节讲着讲，听基督的上帝啊，有火气的人拢要来轻近你吼。咱伫第一节跟第四节讲着讲，上帝下面个祝福，百姓对上帝俄勒个感谢。有当时咱无小心跌倒的时阵吼，你的朋友甲咱扶起来的时阵，咱来甲咱朋友讲哇谢谢吼，啊，这个朋友佫帮你迄个拍拍你的身体衣服上的灰尘吼，啊，佫甲你看到你流血了，紧摕迄个卫生纸互你吼，甲你擦擦下，啊，佫带你看医生吼。安尼的时阵，咱来甲想要甲这个朋友讲啥，咱也是想要甲讲谢谢你吼。咱心内面有甚物样的感觉呢？咱是感觉讲哇，咱足感动的吼，安尼。咱阿爸若有机会，咱就要想要报答咱的这个朋友哈。以色列的人呢，伊纪念上帝安那带因出埃及，进入迦南美地。上帝伊拯救以色列百姓佮下面的罪。按讲呢，以色列百姓吼，因常常无听上帝的话呢，伊予上帝足艰苦的。按讲呢，只要因诚心悔改吼，愿意悔改，上帝呢？是一个有怜悯的上帝，伊嘛是要搁原谅因吼。迄阵呢，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吼，上帝呢，就用云柱跟火柱帮助伊吼，出埃及地吼。迄阵因无物件会当食的时阵吼，因来抱怨吼，啊，上帝就给伊玛纳。啊，毋过呢，因搁抱怨讲啊，这也无啥物物件食，我宁可呢，住伫遐埃及吼，当奴隶嘛好吼。啊，上帝呢？嘛是搁原谅因吼，啥物货，互咱会离开上帝，就是罪吼。咱大家应该拢知影罪吼，罪互咱会离开上帝。安尼罪是啥物货呢？咱刚看到迄射箭的时候，咱在射到迄个靶心吼，咱若总无射中迄个靶心吼，就是无合乎上帝的心意吼，迄个是罪。咱常常呢？咱常常拢想要做咱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吼，咱无顺服上帝吼，啊，所以常常得罪神吼，上帝来伤心。想看卖咱安那的代志，害互咱容易犯罪，互咱软弱，互咱无符合迄个上帝的心意呢？咱明明知影安尼做，上帝无欢喜，啊，毋过咱阁要安尼做，互咱家己陷在迄个罪内面吼。咱的上帝呢，是有怜悯、有恩惠的上帝。咱虽然常常悖逆，咱常常犯罪吼，毋过吼，伊用迄无条件的爱接纳咱吼，伊拢无啥物要求，伊只要咱诚心愿意伫伊面前悔改，伊就愿意接纳咱吼。所以呢，伊下辈咱来过犯吼，咱来唔对。咱一开始呢，咱就讲到锡安这个所在吼，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吼。犹太人呢，伊伫锡安这个所在敬拜上帝，百姓呢，拢就想要亲近上帝吼。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要去到锡安这个所在吼，耐心等待，是因为要敬拜耶和华。第一节个讲到讲迄个单台吼，单台的原来的意思是肃静吼，宁静的意思吼。咱来想看卖，啥物是宁静呢？啊，以前吼有一个国王吼，伊想要选出宁静吼，
的定义吼，啊，伊想要叫迄全国最高画图的迄画家吼，来画出宁静这个画吼，所以呢，伊就分布这个命令下去，所以全国的迄个画家就开始画吼。啊，即嘛经过筛选之后吼，最后剩下两幅画吼，啊，这两幅画是怎样呢？咱下当看到这画面上面吼，右下角只有一幅画吼，这幅画是充满着宁静吼，我一看先，哇，这是。四面环绕山里面有环绕吼，啊湖泊吼，那像我姐姐镜子赶快吼，就平静吼，就宁静的吼，所以呢，大家看了这个一个图吼，哇，够有蓝天白云安尼吼，所以大家拢讲哦，这是一个宁静的代表吼，之前有一支针滴落去吼，也是滴落在海里面，但引起迄涟漪吼，所以大家讲哇，这是真正是种表现出宁静吼，啊第二幅画呢？是完全无同的画吼，迄山脉吼是崎岖不平的吼，然后呢上面布满着迄个拢是打雷吼，雷雨交加吼，狂风暴雨吼，啊这个国王看到讲，哦，啊这个幅画那是很宁静呢，是就不平静的吼，啊哥伊个仔细看到，我看到迄内面吼，居然有一个鸟巢吼，迄个鸟巢呢。里面有一只小鸟吼，那個、小鸟吼，哇，伊拢袂惊吓咧，伊伫遐非常安心咧，伫顶馆吼，伫内面吼，伫遐休息吼。所以呢，咱大家，那种是迄国王咧，选对一幅画呢，要表示些宁静的感觉呢。国王伊是选第二幅画吼，啥那呢？因为国王讲吼，这宁静吼，唔是。讲这个所在无噪音吼，也是讲无烦恼、无辛苦吼。宁静就是伫遐所有诶物件内面吼，你有迄足吵足吵，外口足吵，毋过你咧心内面真正有迄平静诶感觉吼，叫做宁静吼。这确实真正宁静吼。肃静吼，不但是停止外面诶动作吼，咱内面对上帝迄个敬畏，为咱内面发出来，心里面发出来的敬畏跟尊重吼。确实会当产生真正的平静吼，唔知影咱大家敢有安尼感受吼？有当时啊，外口足吵诶，毋过你心内面有迄上帝吼，伫你诶内面，咱无管着外口诶吵吼，咱为咱内面发自内心的平静吼，来到咱诶会堂内面，咱就知影讲哇，上帝是迄个敬畏的心吼，上帝吼，咱就平静下来，咱就敬畏的心就产生出来吼，这是很自然诶吼。所以呢，伊个上帝百姓伫遐。有人跪的，有人坐的吼，伫遐等候上帝吼，人会当伊的百姓会当平安度过每一天吼。上帝伫危难的时候，拢保护迄个西安吼，各地方的无物件食的时阵吼，佮赐下好因有物件食吼，好因丰收。所以即群上帝的子民伫圣殿内面为上帝丰丰富吼，诶雨水有丰收吼，伊要来还愿吼，因为捌许下那愿望吼。献上因来对上帝的感恩吼，上帝呢，伊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伊听伊百姓的祈祷。就一个人拢有安尼恩惠以后呢，伊就经历过哇，上帝安尼神迹吼，也凭着信心吼，佮感谢的心要来还愿。所以地上的居民吼，因为上帝创造，感觉足敬畏、足快乐的吼，上帝的百姓呢。有各样的赏赐东西来自于上头吼，伫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嘛讲的吼，上帝倾倒也祝福，予咱人民会当丰收吼，咱知影上帝就疼咱的吼，对咱真好。咱咧台湾嘛是一个靠天吃饭，咱有种无雨水吼，咱其实的缺水吼，以前嘛经历过那状况吼，就是无水咱，伊个无落雨咱就无水吼，所以呢。咱大家真正是足幸福吼，咱会当安尼每一天吼拢快乐，啊，搁有物件通食吼，搁有水通啉吼。其实咱在线上咱来感谢吼，咱大家人吼，咱只要口里相信吼，心里承认吼，咱得当来到上帝的圣殿当中吼，来敬拜上帝吼，咱的会当非常非常的喜乐吼。上帝是有怜悯嘛，是有慈爱嘛，是赦罪的上帝吼。上帝一切的恩典来源，吼伊的。上帝吼丰收，逐天拢会当平安的度过，所以伊的百姓就感激的吼，所以献上伊的儿乐佮伊的感恩。咱来看第二点吼，伫第五节到第八节吼，讲着讲上帝对世界上来运佮大能，啊，佮世界上的人对上帝的挖可佮敬畏。
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哈，讲上拯救咱的上帝哈，你用威严跟公义来应允咱，你是一切行地极行海上远处的人所挖可的。第二节讲，伊用大能束腰，用力量平安定诸山。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讲，就讲使珠海的声响，扛其中的破浪的声响，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伫地极的人，因为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予日出日落之地拢欢呼。咱大家若看到山佮海的时候，唔知大家想啥物货吼？咱看到山，敢袂感觉伊足威严的吼？非常非常庄严吼，非常的雄伟吼。安尼海呢？海的话吼，一望无际吼，足水的，有人喜欢山，有人就爱海安尼吼。啊，不过吼，内面呢，海内面嘛是波涛汹涌吼。山航海除了上帝创造的美丽之外吼，内面嘛是有危险的所在吼。啊，同时嘛是咱人袂当掌握的危险伫真内面吼。伫第五节到第八节，山航海拢是伫上帝的掌控之下，拢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山航海拢听上帝的话吼。所以咱对创造山航海的上帝，咱应该有敬畏的心。咱有当下去山里面有山难，还是去海里面有遇到危险吼，咱拢会惊对无？可是上帝是创造山航海的上帝，咱应该更敬畏，更加敬畏咱的上帝吼。伊上帝是大主人掌管的上帝，伊所行的神迹，吼咱世界的人吼会具敬畏吼。洪水患难的时阵，耶和华作者为王吼，第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讲的吼，第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讲的耶稣以斥责风格浪吼，以每黑责备风格浪，啊风行浪的平静呐吼，咱应该对这些经节嘛概现吼。门徒呢，迄阵发现的风行浪这么大的时阵吼，遐门徒拢足紧张的吼，啊迄阵耶稣会创啥点知？咧困吼。啊，咱安那的时阵还当好好困，一定是咱心里面有平静的时阵吼。耶稣伊根本就免惊嘛吼，伊曾经参与过风跟浪的创造吼，所以呢，伊只要用一句话得当平息风行浪吼，这是一个足大的能力吼。伊斥责伊责备伊的门徒讲：啊，恁请哪代惊呢？恁的信心伫底？我伫遮有啥物困难的代志会临到恁呢？既然耶稣还会同在，因毋免惊嘛。外面风浪较大，毋过伊耶稣伫个边啊呢，因遮门徒哪会紧张，哪会惊啥物货呢？吼，咱知影加利利湖是一个大湖吼，到今仔日吼，佫有足侪风浪伫危险伫这七内面吼。迄风浪吼，等下高达还六公尺吼。咱知影门徒吼会惊，当然嘛是足自然的，因为门徒内面嘛是足侪人是迄个渔夫吼，伊知影迄危险的地方吼。啊，毋过呢，因面对这危险的时阵吼，要哪呢？得仰望耶稣吼。当咱遇到风，咱人生的风浪的时阵，风暴的时阵，咱拢会感觉讲。啊，咱的上帝嘛无办法吼，但是咱根本就无想上帝吼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咱就家己足紧张的吼。免奈我的困难遮大吼，我一定是跨不了这些困难吼。这我的挫折足大吼，我心里面足惊吼，足紧张的吼，只好任凭风浪摆布吼。但是事实上呢，上帝是上权的主宰，伊控制咱世界的历史吼，伊嘛掌管咱大家人的活命，上帝耶稣会当平静风格浪，伊嘛会当平静咱生命中的风浪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恁有啥物困难呢？咱内面有困难，有艰苦，有啥物袂当胜过的所在？咱知影，我靠咱耶稣一定会当胜过的吼。上帝的能力，互咱会当挖靠伊，嘛互咱会当敬畏伊。我问过咱儿童牧区的小朋友吼，一个问题吼，我甲伊问讲吼，你较喜欢吼，恁喜欢有迄有原则的老师，还是爱迄款老师是足开放的吼？你要做啥物代志拢会使吼？你敢知伊的回答是啥物回吗？因的回答是，因喜欢有迄有原则的老师呢吼。谁那你敢知影？因为呢，有原则的老师吼，人会放心吼，知影讲我老师伫的吼。
别人买单，我袂欺负我吼，买单有迄个原则当守吼，所以有原则老师好让有安全感吼。知影讲伊袂安尼变来变去啦吼，啊学生会敬重那个老师哦，因咱有当下过度的爱心吼、贴心吼，变作溺爱吼。啊，唔过真正的爱是公益同慈爱是并重的吼，是拢两项最重要的。咱的上帝呢是一个有公益。而且呢，有威严的上帝，伊予咱为咱的心内底真正足深的敬畏吼，哇，咱的上帝是安尼吼，配得咱称颂的神吼，伊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而且予咱的喜乐得到满足吼。所以吼，无论迄世界人多偌远吼，伊拢要来敬畏伊吼，要来阿乐咱的上帝。安尼，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吼，拢得。敬重咱迄个大而有力能力的上帝，知影讲伊会为咱大家来解决咱的问题吼，为咱大家来伸冤吼，咱有啥物无公平的所在，伊拢知影吼，伊知咱的感受，知咱的所有一切。咱大家人都应该是在降服伫伊个上帝的面头前，把荣耀归乎伊吼。咱第三点来看者，上帝呢？讲到上帝对万民的疼痛佮赐福吼，啊，佮万民对上帝的丰富佮欢送，伫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吼，只要讲到讲哇，上帝看过地吼，佮予咱赐下丰盛的雨，啊，予咱地长得非常肥沃吼，而且呢，咱的海里面都有水吼，所以浇灌地。啊，咱迄五谷生啊足水吼，啊，佮有浇灌这家吼吼地会当柔软，会当生长非常多的生物吼，所以咱是蒙福的人吼。好，咱看五谷丰收的感觉是安那吼，迄。非常丰满的食物哈，如果上帝没有赐下这些恩典，那其实无米给他糖浆哈，所以咱大家为此献上感恩。那这讲要请你画一幅画哈，要画一个丰收的画，你会安那改构图呢？你安那画这幅图哈？你的心里面会安那要改构图哈？上帝哈，好草场跟田野都穿上最美丽的绿衣哈。真正是足水的吼，咱大家我知影大家嘛拢有机会去外面走一走吼，去外口，咱若看到外口上帝的创造的时候，咱感觉哇，上帝你若他神奇吼，你若吼这大自然这么的美丽吼，啊，佮有迄大山跟小山吼，那像爱手牵手赶快来而乐咱的兄弟吼，咱的心中的充满着欢喜。你看树啊吼，手张开，哎，树枝吼，根本就像爱张开手来赞美咱的兄弟吼。第九节跟十三节看到，还五谷青草长满了小山和山谷里面吼，大自然周围物件拢种咧，那像咧甲上帝而乐同款呢。啊，那像咧切瓜而乐吼，迄花朵嘛，一日一日绽放出来吼，那像咧开声咧甲上帝而乐，哇，真正是足水吼。你敢有想过，一张树啊，一朵花成长是安尼奥秘吼。伊还袂发芽以前吼，上帝已经知影伊是苹果树，爱是葡萄树吼，知影伊是啥物花吼，认识伊吼。啊，伊嘛知影迄是蓝色还是红色的花朵吼。上帝呢为咱预备田地，伊亲自降下雨水来浇灌吼，伊创造田地，然后他再预备雨水吼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代志吼。而且呢，够有迄阳光照耀吼，予咱世界上人会当食着五谷吼。刚头我看到迄丰收的五谷吼，真的非常的美好。这规个大自然呢，拢是上帝用心的设计吼，佮创造，真正是一个足特别、足自然的、足美丽的画图吼。天地万物啊，佮田间五谷丰收，牛羊到处都是吼，里面充满着说不出来。诶，快乐吼！他都让我想讲，要请各位弟兄姐妹啦，种画一幅图吼，要画一个足丰富的图，你会画什么款呢？好，咱为此献上感恩。若不是耶和华赐下恩典，咱嘛无办法住伫家吼。你敢是定定以个有乐记得来感谢上帝呢？咱今麦当在一家吼，拢是上帝稳定吼。咱早上很平安来到这边吼，来欢喜一开始的敬拜，到今麦咱拢不住的在称颂上帝吼，真正是足幸福的吼。咱常常
当我常常充满着喜乐，常常谦卑下来来挖靠上帝呢？咱敢有常常唱诗歌来娱乐，称颂咱上帝的慈爱？上帝对咱的祝福，就是伫创造的大自然内面。上帝伊是统管万地万有的神吼，不管伫海边伫山顶，咱拢会当看到上帝他创造的大能。伫迄个河田野里面吼，山丘山谷，咱会当感受到上帝对咱的慈爱，上帝的丰盛丰富。咱真正来一起来赞美咱上帝的恩典，来娱乐咱上帝的大能，来歌颂咱上帝每天的照顾跟保护保守。上帝赐下丰盛的福气给伊的百姓，一切享受拢是为上帝来，咱得来欢呼，咱得来赞美，咱得娱乐，咱得感恩吼，多谢上帝，让咱这么样丰盛。咱这么样幸福吼，在上帝疼爱里面吼，咱除了感谢上帝以外呢，咱得甲咱。这个感动吼，这个娱乐吼，分享给咱身边的人。咱若好物件，咱当然嘛是会讲咱身边人讲，哇，这真正是介好介赞吼。就像一开始我吼，大家看到迄个图同款吼，从较细汉迄看到迄图案吼，迄烤乳猪吼，一直深印伫我脑海内面吼，记到今嘛吼。安尼，咱逐天拢享受上帝恩典，咱敢是来和咱边的人一起分享吼，一起来称颂咱的上帝呢？咱有两个挑战吼，弟兄姐妹，咱逐天一开始透早起来时，咱就得开口来学了咱的上帝。啊，我们知影，有当时啊，像我妈妈一早起来时吼，一开始开口可能就直接叫囡仔起来吼，啊，囡仔无要起来吼，佫会受气吼，佫会甲骂吼，还是讲大家无欢喜先生吼，佫会无欢喜的开始吼。唔过咱即马改变，咱。一开始，会再想咱在学了咱的上帝吼，因为呢，咱的上帝是这么啊水吼，学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哦。在日本吼，有一个囡仔吼，伊做一个实验吼，伊把迄个饭吼分做两碗吼，啊一个饭吼白饭吼，伊就一直改。用俄勒的话吼，一直甲伊讲吼，讲啊，你足好食吼，你这米看起来足香的哦，啊，我食你来健康吼，安尼吼，来俄勒吼，迄个即个白饭吼，伊之后呢，伊无变伊有长霉吼，毋过伊迄霉是介水的霉菌吼，啊，佮另外一碗饭吼，伊是一直甲伊骂即个饭吼，咒诅他吼，讲哦，你真正是足歹食吼，我看下你就无想要食吼，啊，伊来骂甲伊骂吼，啊，即碗饭变作哪，变作发臭佮发黑吼，变作足臭安尼吼，连饭拢安尼反应吼，水嘛是同款哦，你甲水吼娱乐吼，迄水的分子吼，就是足水的吼，啊，毋过你若甲水一直甲骂伊吼，迄水的迄个分子比较凌乱吼，非常的杂乱安尼吼。真是很神奇哈，所以真正咱在为咱的心内底，常常不断的去赞美别人，娱乐别人哈，啊肯定别人哈，特别是娱乐咱的上帝哈，咱一开始会再的安尼为娱乐开始哈，咱一天的生活一定是无同款。啊，第二点呢，咱第二个挑战的是哈，咱常常甲咱身边的人哈，也是咱有的朋友可能还不认识上帝哈。啊，咱就甲伊吼邀请伊吼，定甲伊分享吼，讲哇，咱的上帝真正是介好吼。像诶咱也看到咱的朋友吼，我毋知你拢开因讲啥物话吼，然后咱和朋友讲聊天拢聊足久诶吼，讲电话讲一点钟吼，安尼你拢甲朋友讲啥话呢？敢有甲伊讲着讲咱上帝诶上帝稳定呢？哇，咱上帝是有偌好吼？有阵时咱看到一间百货公司啊，啥物店吼有打折吼，拢会紧敲电话互咱和朋友讲，紧来哦，迄个咱大家做伙来买这吼足俗安尼吼。毋过咱敢有定定甲朋友讲？啊，咱的上帝真正是介好吼，伊真正是对安那安那吼，咱在每天数算上帝对咱的恩典，甲咱身边人讲，邀请因来教会吼。咱来回想一下咱今仔所看的，咱知咱的上帝是安那的上帝呢？是下垂的上帝，阿哥嘛是掌管万物的上帝，阿哥是赐下恩典的上帝，伊是配得咱称颂的上帝，咱。应该在这回来娱乐上帝吼，咱对咱的心内底来称颂咱的上帝吼，伊是好的无比的上帝，伊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咱这回来祈祷，亲爱上帝，你是创造生命的上帝，你是创造所有花草、树啊、山、
搁低谷的上帝，你嘛创造飞鸟，你嘛创造动物，咱伫达位拢有当看到你个疼。我知影你是好顶的爱人，听完树下丰盛的稳定伫阮内面，互阮会当大声的而乐哩，会当蒙福，互阮会当成为蒙福的人。多谢你的下面，多谢你的稳定甲祝福，阮逐工拢要开声来而乐哩。我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，请沙伦跟恩典诗班《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》。感激的，请邱大伟弟兄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伫今仔日的所在，我来而乐你来敬拜你。我看到你创造的美好，因为你创造咱，予我会当开口来敬拜你，来唱歌而乐你。因为你的疼，你的爱，予我知影，我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。阮每一日拢来要来思想你的创造的美好，阮来思想阮的活命，较会当来荣耀你的名，互阮活着时阵就知影你伫阮的活命当中，你要叫阮做啥物，保守阮的时间。安尼祈祷，
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一新歌二十八首啊，临了咱请山村牧师啊，咱就得。是亲爱的主，我知影你是耶和华祝福妈妈的主。我每一天拢会当感受到主你所享受的恩典甲祝福。我慢慢献上我的感谢阿乐来回应。我每一天拢开取，拢要来阿乐亲上主你的名。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都要充满在我每一位兄弟的心中。看到我们引带我阿未信主的亲人朋友，买单来认捌主。求主的灵来引导我，每一光、每一日，拢靠得住有快乐来得胜，拢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使用我每一位家者，你所使用贵重的器具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甲圣灵的感动、安慰扶持，甲我每一位兄弟同在，对这事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